爱那可比，春星光只引着我，永不会孤单。现在哼歌轻唱，默念主恩不变，为我你甘去牺牲。深信咧，佢能够去到天堂。我觉得呢样嘢已经好足够啦，所以我哋咧能够嚟到呢一度，除带着咧敬拜嘅心嚟到深水埗呢个地方，能够做到随心所欲嘅行动咧，系我哋非常之大嘅祝福。主恩不变，为我你甘去牺牲，神爱滔滔如活水，神爱保守苦痛者。伤路为他不折断，伤残灯火他不破碎。主爱那可比，是多么珍贵完美，满足我一生。就是在天边开阔，浩瀚主恩不变。首先就同一個無家姐拆禮物啦。咁拆嘅時候咧，即係我哋自己已經知道呢啲禮物咧，可能係只係一啲好簡單嘅常用品嘅嘢啦。咁但係因為咧，即係今次係好特別，我哋用一個盒去裝住，係話明係一份即係禮物啦。咁所以佢拆嘅時候咧，即係雖然見到嗰啲嘢可能有機會係佢平時都有機會收到嘅嘢，或者係一啲即係係好簡單嘅嘢。咁但係因為咧，我哋今次用一個盒去裝住嘅時候咧，佢會覺得即係真係一份禮物咯，而唔係我簡單劈埋俾你點樣，而係今次係我哋即係包好啦，用絲帶綁好啦，寫埋佢個名啦，好 special 咁為佢預備嘅時候咧，即係佢會感受到即係我
我哋點樣去為佢預備一份嘅禮物咯，即係好明顯係佢會覺得呢份係一份禮物，而唔係即係物資啊，唔係啲乜嘢嘢。跟住佢拆嘅時候，即係講咗句哇，好耐冇收過禮物啦，真係好開心啊咁樣。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嘅使命咧，係同教會同心敬拜興旺福音。而我哋所睇嘅敬拜咧，唔單止係享受喺神嘅同在裏邊，更加係受神去差遣，去到嗰啲有需要嘅人裏邊。将敬拜恩典伸延俾佢哋，所以喺过去五年嘅里边咧，我哋一直喺深水埗区里边，我哋承担咗一个关怀嘅事工，水深火热。我一直探访住几百户嘅家庭，并且我哋长期承担住三四十个家庭，去关心佢哋，去联络佢哋，同埋跟进佢哋嘅需要。而喺2012年开始咧，我哋有一个 Boxing Love 嘅行动。呢、这个行动系咩嚟嘅咧？就我哋鼓励教会里边。每一位弟兄姊妹以家庭为单位，在圣诞节里面预备一份爱心的礼物。这份爱心礼物呢，我们会用一个鞋盒，将我们预备好的礼物和心意放在里面。我们还会放一张心意卡和福音的单张。当这份礼物预备好的时候呢，我们所有的义工呢，会亲自将这份礼物去送到给这些有需要的家庭。我们不单止只是送给他们，我们还会跟他们分享，关心他们，探访他们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怎样参与呢？只要你以教会名义或者以你家庭名义预备一份的礼盒的礼物，并且你愿意奉献100元，以支持我们事工继续跟进这个家庭和关心这个家庭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将你这份礼物在一个特别的日子，在圣诞节到除夕的期间，将这份礼物送给每一个有需要的家庭。我鼓励有更多人一起来参与，让这一份的爱能够在一个这么特别的节日里面，和很多有需要的人一起来分享。